那我就将此事交给你了。记住，抓住燕云之龙胃口，你动我一次。我懂，我懂。哎，你等着，一炷香的功夫就回来。哎，抓住燕云之龙胃口，妙！我回来了。小心！我把燕府的厨子给绑了。燕云之打小就爱吃他做的菜。我这边全倒。闭嘴！闭嘴！别说话。你就是真的照顾别人这个累的，不然呢？为什么你把人放了，这抓出去他多丢人的意思？哦，带走，赶紧把人带走。